个料的味道，它是有没有？它这个地方开出来的地方，触角会跟会向着饲料的地方移动，哎，有没有？你注意看看，哎，啊，有些田肥料用比较重的时候，它就不甩你。相对的，在捕捞它的时候，还要再用比田的肥料更香味的东西才有办法。有，我讲阿公阿妈伊就拢安尼啊，阿伊拢安尼，有无？很轻松，很自在，就这样捞起来，有无？啊，你又不用下水，对不对？我不要挡你们。这样子就24块了，可以吃一个早餐了。对啊，就差不多2台斤了，对不对？就可以吃一喝一杯奶茶了。啊，不过你安尼饲料钱，安尼嘛，按算偌济？啊，你那个饲料一包750公斤啊。对。啊，你想看看这样可以丢多少，抓多少了？对啊。我的经验是一包可以抓900至1100台斤的。哦，那乘以9块。你换算给他换算几颗就好了，一颗几毛钱而已。啊，我一次丢8颗，不到1块的成本。嗯。哎呀。